伞就是路。他的叫法刚很怪，先叫了一声。这种太阳，我都会想闭眼睛，就想睡觉了。这个有点硬。是啊，是啊。不好转弯。连霜雪都已经有点结在一起。对啊，被风吹的吧。太阳晒过再冷冻。谁的棒棒掉在地上？嗯，有一个人的棒棒掉在这。真的哦？对，就在缆车轨道上。那应该缆车掉下去了，然后他们在叫人家来捡。树旁边的草都很多。刹车！停了。是前面还是后面呢？前面。你会想要去滑滑看这一道吗？不会啊。我不知道那道有没有开。看起来没有哎、欸，都没有人下来。刚刚有人过，但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有人好像都不偷滑的、欸。嗯，对啊。像这个那一道也可以是偷滑，但是既然只有一道，我觉得应该偷滑无意义。我刚刚是滑这一道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没有，是这一道正下方这一道。对啊，这一道。这有个小角胶。对啊。这有个小角胶在这走。但是又有点连续。去顶你，顶，可以吧？那边啊。袜子松，在那个我左边那个就内侧那个角。啊？哦好，等一下直走好了。找到了哈。休息，尿尿。啊，先吃掉一刀了。对啊，好吧。什么吃鱼？别的。
自己在那边，
还滑得过来哦、喔，还滑得过来哦、喔，没有太阻力哦、喔。嗯嗯，都走了。哦，走了。走了。我在那边，嗯嗯。我觉得。